这个起码拆了有一半了，在那边的那边的房子都还保留着原先的质量。这个清朝的一个花，还有这个是啊，这个庙像庙，这个像庙一样的，这个古建筑。就这一层，闭着眼睛，所以他们不管，他们为这个。可是不能目的就是为了城市生活更美好。 建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灰尘啊，带来不方便，是吧？就是建设的时候，但是现在建设好了，都是通八达了，都是很好，都是觉得感觉到作为上海人有种自豪感了。开通了很多新的地铁，对吧？还有道路，还有包括道路也那个，很多道路都拓宽了，还建了很多新的道路，交通方面也很大的改善。 如果没有世博会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城市事件，可能上海城市更新的速度和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会大大的推后的。